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我自己本身是被，不管我的外界是怎么样，我是被好好的
保护着，而且我是可以休息睡觉，然后我是在一个非常安详的那个场域里头，我就开始跳舞，然后呢边跑边跳，绕着全场跑啊跑，跳啊跳，我就看到我妈妈的背影。那个时候我妈妈站在原地接受加持，我心里就突然有一个念头闪过，我就请求观世音菩萨，我希望我妈妈身体健康。我有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开始跑向我妈妈的身边，我推着我妈妈，我感觉出来这个举动是要推着我妈妈去跑步，因为我妈妈平时不运动。忏悔一直哭一直哭，全身滑热，然后我就开始忏悔完之后，我看到白衣天使观世音菩萨降临，还有我们总会的观世音菩萨，我有看到，然后我就一直跳舞，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我就跳舞回报给供佛给观世音菩萨。我以上我是真实不虚。哦，参加完了以后，我可以说一个月里面精神非常好，有时候晚上睡不到几小时，或者晚上感觉就是整个头顶的加持力是持续一个月，或者晚上就是每天就是头顶上会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精神很好，那做功课也都不会分神掉去。那以上我所说的都是真实不虚的。那我今天就是也是会有一些比较拉筋的一些动态的这个加持掉的。然后我自己觉得说我受不了手机阳光跟那个电磁波的影响，我记得头痛眼睛很痛，那我也是祈求诸佛菩萨能够让我能够眼睛跟头痛不适身体不适的情形都能够改善，然后就会开始有一些这种那个手印跟画圈圈的动作，那都试着把眼睛张开，结果我发现即使把眼睛张开，加持力还是一样很强，还让我看到了很多完全一个不同的动作。在此，我非常的充满发喜，能够以自己平常跳不出来这样的舞蹈，能够共佛，感恩。我刚开始，上次说闭起眼睛的，大家好好的想，我就闭起眼睛的，开始观想，可是我心中执念的，又是干嘛？就一直变，一直变。我很清楚感觉到一些共振的人，共振。也好，音好大好大，可是我心中都一直念着六字大明咒。它就是可以，就是在动，然后很规律的动，然后噗噗噗噗，然后就可以感觉到它后来就可以很安详的睡觉。那弟弟的话，因为他刚开完刀，那就非常的卡喜，就是他开完之后没有任何的不舒服苦恼，然后还有我肚子里面的宝宝。对，我们一起全家人一起来参加这一场法会，然后感受到加持。那上师有说，就是观世音菩萨会非常的仁慈。其实我坐在部落区，然后我抱着我的孩子，坦白说我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可以站着，然后放轻松，因为我必须要保护我的孩子。可是，在我的这个过程中，我稍微放轻松。放下心来的时候啊，我就可以感觉到我的身体会自己不自主的左右摇晃摇晃，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就是真的很放心的就是感受到这样子的加持，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希望就是之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再把这样子的机会然后告诉给其他分享给更多更多的人，然后让他们能够一起来这边参加，然后护持如来正法。金刚真实，谢谢。他们是龙凤台，请求观世音菩萨守护。祈请诸天诸佛，我等依所行方正，即众应容得解脱。现转地神先善道。善果，大悲家属诸有众，无病无。